其实那个包也没必要带，知道吧？如果这不浪的话，没必要带。 OK， 正常枪械，再别捡那玩意儿了，你捡那玩意儿容易得瑟。你觉得呢？是不是应该不捡？我觉得，哎，随你。想吃鸡就不捡呗。那肯定是不捡的。杀人就捡呗。<笑>想吃鸡，我靠！你以为我跟你杀人来了？ 这辈子我杀的人，得杀个100万人嘞，已经杀腻了，鸡是吃不够的。我要98K。 狙击扩容不要吗？没事儿，一会儿捡空投去。捡空投啥都有了。哎呦我操！我靠！给那孩子撞的，撞在树后了。打了三级甲，直接摔死了。哎，非常可怜。 这边有雷，可以干。
左边脚步，大鹏那边。我操，里边两个，不是一个。矮的。哈哈哈！这他妈小裸男，我干！我操，这两个人明显是刚玩啊，给他还是吓坏的。你那个呢？死了。你那个怎么？那个枪都没有。马路上，俩人还穿的一模一样。他俩没穿衣服呀。对呀，就是一模一样嘛，你看嘛。双胞胎这两个穿个大裤衩子。飞机不是怎么这么霉耶，我觉得吃不到鸡是你太霉了，知道吗？你刚才空投，你开车，就落那几个，够了，打还要万的呢。五个，最少的了，应该是。要不要车？这车就来一个呀！我差两辆车的，这个我没看见。很残。箱子后好像，你前面箱子后。后面摩托停了。妈。干他！很好，就这样，非常的稳健，兄弟。我要一个72连狙，拿单狙也行。回填吧。再有 I 十 KS， 就打单狙吧。灰烬。连狙呀、啊！右边连上，哎！他就一个，他没机枪手，妈最大！智波，
队友。大炮嘿，走走走。怎么不捡 AMT 了？这把是吃鸡求稳局，不捡那玩意儿了，那玩意儿太浪了。我寻思也没太大变化呀。啥没太大变化？照样搁这咔咔杀嘛。有变化。我们是高丸子。但是我们不浪了，也就是说对枪的时候一定要保持稳健，以前的话想浪容易被人秒掉。下面树看到没，右边那个，右边那个，仓里面吗？我后面有一个。哦，有人开车，快拉我！他死了，拖我！死了，炸死了！哪有人开车呀？有人开货拉拉。老远了。一雷一个的了啊！嘿嘿。他怎么枪这么猛呀，我的妈呀，我一枪没开出来，走了。诛仙了吗？哪有挂呀，他是挂呀，没有可能。啊，你不知道我咋死的，老吓人了。你得拿个酸去，万一有仙儿你得住。有车，扫他扫他扫他，空投来了，空投机，这个是是什么操作？有人房子，欧里谢又来了，看上。打是吧，整 A 打 M 去，是不是大狙？没有，干他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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车胎好像没了，车胎好像没了，
跑了，跑了。呀，冲过来 了，人家冲过来了，没打药。嗯，他又可以停了。雷就能到，哦，远了一点点啊！拿个雷，拿个雷，小破箱子里边有可能打大局，对，回去再填一下，没毛病。小箱子里边有没有那玩意儿？有没有 AWM？ 有三级套，有三级套，巨快过来，来呀、啊！八倍爆，硕，我的血！蓝圈手榴弹一点用没有？老慢了，给你给你狗子啊！我要这 M 级叉来，打个油。哎，露头的，会玩这个，小心点吧。你停了要干你呢，小心点吧。上楼了，应该有一个下车的，我研究一下。没有，没下。哦，这么多人，这酒吧可以在哪儿呢？哦，在这边，在这儿。裸跑。
为什么这两天挂多呀？新赛季啊。新赛季，所以说咱都不玩竞技模式了，挂太多了。新赛季就是说鱼龙混杂，什么段位的挂都能排到一起。又砸了，快点！好多，一二三四五六，还是检查呢，不检了。杀人就完了，现在目的就是杀人，清空决赛圈。人哪儿去了？死完了吧？看了半天。加油！我们是什么玩意儿？打在公屏上面，兄弟们！呀，来车了，可以。来了，来了。不知死活。走，进去。车嘞？哦，车在那个车库里面。扎个防区就完了。那人没队友了，右上角那个队友死了。看到没？连上一个，连上一个，俩石头都有，坡上还有。脸上在哪儿呢？就你旁边石头啊，近一点。完了，这位置被包了。他不带圈，等一会儿就好了，马上。半分钟。左边趴了一个，烟后边，
自摸，他没有。那个屁，哪个自行车那个自摸吧？死了！哎，这里来人了，兄弟，这里，我拉一下。 全在前面的石头了，两个都在。OK， 还有3米的，加油！红标有一个啊，看到一个，城里是独狼。红标俩，没了。 还搁这冒头跟我对狙呢，左边一个，右边一个。哎，我呀，8个闪光弹，我有8个闪光弹，怎么说？说啥呀？能吃鸡就行了。哎，说不定人家有挂哥呢，赶紧吃鸡啊！他们不是圈儿，带我去这个石头。 注意点，是的，自己的。那个石头很好。他干嘛？来啥呀？不，干他就完了。狙他！ 哎，自摸！哦，独外的那个自摸。OK， 杀几个复地者，我们终于是在玩来了。看不见，11+12=28杀世界，我们是怎么玩的，兄弟们？我们是冠军，小六走一波。 긴장치기주하는 여러분이 이 나라의 챔피언입니다. 쇼야, 16번. 给兄弟们说个事儿啊，兄弟们，大家想买号卖号的加屏幕上边的微信啊，咱们全网最高价收号，你们有不玩的账号可以来换钱啊，兄弟们。然后你们想买皮肤号的话，加微信之后看朋友圈，反正买号卖号找我就完事了啊，兄弟们。 买号卖号加屏幕上面微信哦，我们是冠军。任何人现在加这个微信还可以免费领取福利一份啊！任何人啊，咱们这个微信的话，你们加过其他的，加这个也还能免费领取一份，兄弟们。一个微信领一份，真不错。 那个，哎，游戏掉了，等一下。 자유로운 외침이 저기 높은 하늘을 찔러 소리 질러 우리는 제도권 찔러 둥글게 둥글게 돌고 도는 몰래 방아 인생 사람인데 똑같이 모두 없게 너무 손뼉을 这音乐可真好听啊 Hit me.
准备呀，傻副队长，干啥呢？搁那。再次出网 Terminar 再吃个四把鸡下班好吧，差不多了。四年级就行了，很快的，一把半个点，两个点完事儿。三个啊，舒服整个头盔拿斧头去，这图就是一点好，这空投特别好拿，非常方便。走走走，卡麦了是吧？你卡麦了？我没卡，看你死样，妈跟个跟他妈的死人一样。那边那边 W。
在车后呢，绿车头那儿，墙后面。打三枪，打三枪，这车后边。一枪头，打到一枪头。换波队友是这种。我靠！宽恕头盔。Baby, 我好像让个妹子。原谅头盔啊！原谅头盔啊！哎，有密室钥匙这把。赶紧走，赶紧走，赶紧走，快快快！走啊，走啊，走啊，走啊！感谢我十八哥今天的空投啊，谢谢十八哥哥。噔噔噔。好像没落哎。哦，落了，哦，这次多，这是一大串儿，这，哎呦，感谢我十八哥的第二发空投补给箱，现在是之前那个，不是这个呀，十八哥，现在是你今天第一个，知道吧？不是暗示第二个，谢谢我十八哥的两发空投补给箱，怎么昨天出飞机，今天怎么就？是波波空投了呀，昨天是飞机狂刷，今天是空投狂刷呀，我靠，这果然我十八哥就是十八哥。整个直播间大哥扛把子啊，十八哥么么哒。躲在这儿，直接一个处男反烧啊！大菠萝不是挂吗？我趴在这儿了，人家。哎呀，我操，难受呀，马飞。我的血，这边怎么就没了？怎么就突然没了？不太对劲。四连击下班啊，兄弟们，还差四把金，很近了。什么叫好狗架不住群狼啊？叫好狼架不住群狗，知道吗？
就来这儿了，轰散。柚子今天来，走啊！晚上柚子来了啊，上班了开始。要他干一天单排。来我这儿啊，嗯，这哥们死得真惨，被原点打倒了。你人儿了，你死了，你死了，你人儿呢？我这不无人机呢吗？你有病啊！玩哪玩呢？走吧。哈哈。没车。你去找车了呢？敌方无人机。啊，那我找一下，那我找一下。你的无人机被摧毁了。你不是叠敌方的吗？那是我的，他妈的！你不是敌方无人机吗？不是我，我以为我收起来了，等了半天，它停在那儿了，是吧？楼上，来站！我操 ，C4 什么玩意儿？我扔呢。好啊。哎！这他妈是他脚步呀、啊！我操了，走了。他跑出来，你没看着他？我听到了，我就找他呢。
是把鸡下播，是连鸡下播不太可能。哎呀，我知道怎么玩了，兄弟，我知道怎么玩了。咱俩没捡空投之前就应该拿 AMD， 捡完再丢。对了，哎，就对了。有道理，有道理。哎，非常有道理。有车，外面有车，30走。但飞机好像过去了。刚才是飞机吗？来，大宝。哎呦我的妈！把饮料给你吧，我不要了，我这把就带，还是带这个包吧。我有。上面上面，啊，里面有一个，哎呦，哎呀，我操，玩得很烦呐，你知道吗？很烦呐，这怎么办？打排位去吧，还是？还是打排位吧，普通模式老分心。准备准备，还是打竞技模式吧，兄弟们，玩排位吧。竞技模式还是好玩呀，普通模式狗都不玩。少他妈刀点你那管子吧，操，那反应那么慢，对面快。妈，有些事情能不能别老直播说呀？很烦的，影响多不好。走吧，我这都暗语了都，那都听不懂。
后门什么意思？这儿什么意思？我操，这人也有。我操，我这把你关了，兄弟。受不了，简直是受不了了。哎呀，烦死了，妈排位狗都不玩，完蛋了，兄弟们没得选了，打打沙漠得了。准备呀，打艾伦格吧。艾伦格吧。你也有今天，我操！两个高手没抢过他一个人，把我们关进去了，关里边了。伙食挺好啊，啊？刘立国，隔离伙食挺好啊，你隔离这么胖。跳伞都跳那么慢，真不行啊！吃药点。你跳伞不也很慢吗？我很快，好不好？那你咋没抢过他呢？我挤出来了，我看。左下角满满的，兄弟。嘿。真好看。在目标从四级减少为两级、三级吧。你看，你看，你看，你那伞，你看，你瞅瞅，你瞅瞅，给我卡了一下，楼顶抢不了了，我下去了。你怎么又抢不了了呢？妈，人家两个，我一个。就他俩吗？没了，他俩也下来了，楼顶没人了。大家都觉得抢不了，都下来了。找个原点打打靶，这多得劲儿！我一般没人，有一个，有，看的就是他。
这雷惨！你别老乱跑行不行啊？外面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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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出门右拐，有一个。哪有啊？有的。我追了半天，我不知道。厕所，来来来来。在里边，就在里边。哎！哎呀，操的！永不言弃，兄弟们，永不言弃。受不了他了，还打排位吧。还是打排位吧，排位好玩，普通模式没意思。什么叫永不言弃，知道吧？失败的时候无所谓。哎，队友老拖后腿，没办法。皮皮牙老知道人家人还让人喷死了，那咋办？不行了，不行了，没劲了，妈的，没心态了，兄弟们，玩个屁呀、啊，玩！明天再搞啊！一会儿柚子来了啊！一会儿柚子来了，兄弟们。退了，这边。一会儿柚子来了啊！今天的直播绝对是给兄弟们视角盛宴的一天啊！起码有个二十大吃鸡。直接送我披萨，来披上一条街，你打听打听谁是好吧，直接冲往三加二，然后呢，然后直接冲往学区房，别离。
发这个图就得有 DBS， 知道吗？应该打学校的，操，这波没人儿，主要是。我操，来了，兄弟们 ，DBS， 有好戏看了，别眨眼一会儿。错啦！直接送往一号点。现在赶紧多眨眨眼，要不一会儿的话就对，确实就眨不了眼了。因为到那儿的话是非常刺激的啊！一眨眼，哎，一个精彩操作你就错过楼上有一个，兄弟们，急了，看他队友，急了。直接完成一穿四，他们一队的哈，一队两个楼，砰砰砰砰砰砰，帅呀！好的，然后我们接下来冲到这儿，冲到这儿啊！嘘，别眨眼，别呼吸。我操！没事儿，这里边他妈有个人阴我，你信吗？
OK， 自己玩手一传奇，我被打死了，呵呵，他被这个人干死了，被我楼外的这个被这个房子干了。 OK， 秒掉一个，大王肉，他的名字好像就是他出来的，没。嗯。 别眨眼，这一波压枪，谁眨眼了？不都不说别眨眼了吗？直接落地巴萨，欢迎我厉害哥哥，这。 我们可是带车来的。好的，这个圈咱们直接中心点，完美衔接，咱们中期只需要稳健就可以吃鸡了啊！ 哎，只是看橙子的办卡，谢谢兄弟。咱们这个圈还是得从这边走。 说机港那边走，感觉有点危险啊。
直接一步到位，往里边去点啊！第四个月绝对有人。哟，这好像是没人耶。这没人的话，我们就在这儿。OK。我操，正好有点想过来，妈的，要我逮到了啊！两队人，妈，他们队被干了。那队也来了，我操！算噻，我们是什么玩意儿呢？妈的，想找我？先试试和我的影子玩传机吧。直接完成一村吧，两队人这一波全要我干掉啊！好的，又说了去，兄弟们，我们是什么玩意儿？
其实我们可以直接出击嘞，也拿个大喷子也没得选嘞。直接出往飞机坑，估计这有人啊。哎，二十一名敌人，加油！六点一直在死人啊，十六个人了。OK， 又缩圈了，兄弟们，再等个圈啊！那下个圈我们去哪儿呢？我们的归宿在哪儿呢？这个房区，这个房区可以冲啊！这房区是个假车库，只能冲这个假车库啊！我们往前赶一点吧。别直接冲了。还有十二名敌人，别急，今天有一个 M24 啊。别插言，我们只需收集信息。十名敌人，面前有两个村居。
说你的位置不但是很清楚啊，现在。目前已经单人四排竞技模式是一杀了，兄弟们。这个时候，兄弟们可以加加屏幕上面微信啊，加屏幕上面微信，回复福利，人人都可以免费领取一份福利，然后的话还可以把你们的号收了换钱啊，缺钱的可以来换钱啊，想买号的可以买个皮肤号啊。加屏幕上边的微信就可以了啊！出来往最高价收号。这个圈我们还是要一点一点往里移，也没防区了，出也出不到哪儿去了。车是一定要开的，但开车的这个目标就大了。知道吧？我不想开车了。我这就磕在那儿了，完了，怎么办嘞？狙倒了一个，右边把左边狙倒了。我操，这里面有一个人，看到没？那个地方左边石头，不过这个草很多。好，机密敌人，我们位置非常差，别眨眼，别呼吸。这边他们俩人对啊，来个天命拳吧，不要让我再跑了，我操！我们是什么玩意儿了，兄弟们，老粉丝把那两个字给我打在公屏上面。原点人两个打起来了。还有四名敌人，还得打。OK， 不是一打四就好了。一二三，一二三四，一二三四，一二三四，一二三，
几个人啊？一、二、三，一、二、三、四，一打四了，我操！闭上眼啊！把他知道我在这儿，他妈挂逼这个人，兄弟们！他怎么知道我在这儿啊？一打四变成一打三了啊！就我俩就只能有一个得先死先吃毒，应该他先吃毒。哼，谁他妈先吃毒啊？打不了药。哼，跟他沟通那个呢。谁先吃毒？咱俩肯定是你先吃的呀！投降吧，投降。他先吃，看到没 ？OK。我拉大喷子，这件完成单人自拍竞技模式，绝了绝了！一位是逐个击破完成十五杀事件，我们是什么玩意儿了，兄弟们？我们是冠军，小六走一波呀！
罐头发他们送十个奖品啊，然后大家想买号卖号了啊，兄弟们可以加一下屏幕上面的微信，传网最高价收号，然后想买个皮肤号，像我这种绿头的，加屏幕上面微信就可以买到了啊。然后现在任何人，你哪怕你不买东西，不照顾生意，加微信之后回复福利两个字即可免费领取福利啊，皮肤啊或者是加速器啊都给兄弟们免费送，加屏幕上面微信回复福利即可领取，我们是冠军。有点亏也，实在是有点亏，操！我真他妈佛了！那人就他会玩，就他有枪，就他活着。泰哥又来了，泰哥是百分之百能拿到空投的，这个图最好追了，加油，这把一定可以。这边的就挑这边干他，这三个都在这边，这边没人，大堂没人，大房子没人，很好。这把绝对不使，你就看着就完了。小傻样，我操，这都不一对呀，什么意思？妈耶，两队人呢这。
他了，完了，他没求生欲望了，附近没人了，连个求生欲都没有。哎，他有车，走啦，兄弟们，直接冲往空投补给站，完美前期。我要拿 MP3，我要拿美酷，我要拿 AUG， 只要是一把空投枪，我都喜欢呢。狗现在可以玩了，兄弟们 ，MG3 现在老猛了。我要它。AWM 啤酒零点不着啊，三根针嘞，那个枪，哦，这把还有点穷，说实话，给一把枪。肯定是990啊，玩 MT3 玩的就是它990的射速，高射速模式相当于一个全自动妹控呢，75发的全自动妹控，你想想，猛不猛？说了的真干净，那必须的呗。真肥呀，这地上这么老多装备。收点基础配件。藏在哪儿呢？哦，咱们去杀人啊，去这边找人杀，这边我们来，从这边来的，去爬拉车吧，那爬拉车有点远，这边看看。
次啊，这一波没少死他们。这呀，我你们三个用脚玩的呀？我他妈的是时光停止弹吗？啊？这时光停止的震爆弹？时光停止弹？嗯？嗯？这一个白给个哥们白掉线了是吧？这接完成一穿是直接一个白干掉线儿，电脑配置也太不行了。来找我优化一下吧，哥们儿，加屏幕下边微信，帮你提高游戏帧数，提高稳定性，好吧？你这个优化太不好了，这明显就是优化问题。你找我优化一下，给你优化一下稳定性。你这一个白他妈干掉线了，能行吗？不行啊！我操！我按他手里捏了个瓶子，我操！老搞笑了。这四个人头。拿得舒服呀，看有人说脏话，对面那个人听到了吗？不是你们听不听到，我听到了，反正他说什么玩意儿了，什么妈了，什么玩意儿的，说脏话，没素质。但他骂的不是我，他骂的是他队友。哦，他又来了，这边人打架，我大车呢？我是有大车的是吧？
我靠！怎么去不着啊？OK， 直接咱们冲往中心点，去这儿。他妈真敢追是吧？我操，还真敢追是吧？真狠呢，两位小伙儿。不杀了你俩，我就别想走，是不是？哎呦，19没电，直接完成巴萨。这两个小伙不要命啊！我操，这么严爆！还有15名敌人，兄弟们，我还是想上去狙他，把子弹都射完了得桥上还有一个跑的，我操，这是铁做的呀，一枪大狙，两枪不枪不死。OK， 把它补了。呀，他队友还在附近啊。
快过。准的一批，过点就死啊！来，再过点，你试试。哦，算你命大哎！但我绝对会把他俩干了的，绝对会干他俩得了。这些玩意儿十二杀，这两个人绝对举报我。他俩，你知道他俩什么是什么感觉吗？他俩那边的视角感觉就像一个挂在追着他们打，你知道吗？这两个人特别的惨。还有11米的人，目前带着400经济模式12杀了啊，非常完美的前期，完美中期。睡着了，大狙没子弹了，没子弹了，知道吧？嘿 ，WM， 这是我丢的，好兄弟，刚进直播间吧。放在这儿。还有8米的人来哦，不是天命了，兄弟们，不是天命就有点难了啊。正在饮料，开始进攻了。我们是什么玩意儿，兄弟们，两个字打在公屏上，这边进圈非常困难，需要兄弟们的加油打劲啊，兄弟们，两个字，我在兄弟们的心中是个什么玩意儿，两个字。他从那右边来了，右边没人了，往前压，车就不开了。
应该是那个98K这个人。你看，我就说他看的方向是绝对有人的。好，六名敌人。